今天在银滩东部的海边散步啊，这边过来一对啊，我看这个女同志还在一边走着一边还在做着这个跳舞的动作啊。刚才看他们带了一只狗啊，那个狗现在跑的那头跟我的狗会合适了啊，再过来跟他们聊聊吧。二位，你们好啊！我看你一边走一边跳的舞呢啊。喜欢跳舞啊，一边走一边用手比划着。对对对，你们来自哪个地方啊？湖北武汉。武汉的，是哪个小区的？啊，就是这个小区的。你们小区现在人不多吧？现在？现在人很少。人很少。夏天能多一点。夏天，对对对，就是你们今年冬天是不回去了还是？我们这几年没回去了。几年没回去了？几年都没回去。啊，好几年没回去了。是的。哦，那为什么就不回去呢？过节了，过春节了，全家和团聚的时候，为什么要在银滩待着呢？不，好，我们都喜欢在这儿。喜欢在这里，不怕这里孤独吗？那不怕吗？这里空气这么好。啊，空气这么好。就喜欢这么静静的。喜欢这种静啊。这种生活。这跟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没走。哦。小香。他跟我的狗在一块玩呢。那是我媳妇带的，我们家两个小狗，这狗见狗，狗和狗见面都不容易。你看，它见了一个小伴儿，它赶紧就跑过去了。哦，你们养个小狗，这过着这个领着狗啊，逛逛海滩啊，过这种生活也挺好，是吧？就喜欢这里，就喜欢这里啊。这种生活。哎，那你们两只海鸥，还有两只海鸥，对对对，对。哎，那你们在屋子里怎么取暖呀？我们。买的那个韩国的那个地暖挺好的嘞。嗯。哦。嗯。你只要在上面坐着、站着、睡着都很好。那屋里温度怎么样啊？屋里的温度现在不是很好，我们都打开的话有20度。20度啊？费不费钱呢？那个？还好。啊？费电。不费电。是直播吗？不是直播，我就是回来以后把它编成片子再发。那你这是在这买的房啊？对呀。啥时候买的？我不在这个小区，我在那个这边来说是西边那个小区，檀香荔湾的。啊，您是？我海滨。哦，那很近啊，隔一个小区，隔个银泰，你也没事自己溜达溜达。多好啊，空气。就是喜欢清静是吧？我来10来年了。你都10来年了是吧？你们来了多少年了？我们有7、8年。7、8年了，每年冬天都不走吗？不走。哦，都不走啊。就是赖在这儿了，你。其实武汉的天气好像说是要低个3、5度，但是实际上它的体感的感觉要比这还冷。啊，武汉比这还要冷。它那种阴冷，冷到那个骨头里了，冷到骨头里了。那种寒更让人受不了。这边山东这地方，其实这边真挺好，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对。哎，我总开车出去，你就从青岛开始往那个日照淄博那买，哎呀，空气干脆都不好，南方也不行。就这门儿，这空气好还好吧，还干净。它主要是真干净。我常年都在这，常年在这住啊。嗯。你是哪年买的房子？我15年了。哦，15年啊，现在9年了。房子。啊？我原来在这就是卖房子。啊，卖房子的。东北来的，你记得，80%都是卖房。卖房子的。现在这房子不好卖。不好卖了，那你现在做什么呢？看也不待着了呗，就不疫情之后，你知道啥也不好干了。哦。我看着说挺年轻的，不算老。你像这位大哥的话，肯定得70多岁了吧？我快70岁啊，快70岁了，快17岁了。对，我把你看大了，大十岁啊，你60了。我50。啊，50，70。62，他比我大十岁，我52。62。我都67了。就是嘛，67了嘛。67呀。我67了。67了。哎呀，咱们银滩这些人呢，不走的人呢，都是特别喜欢这里的人，都是爱这里的人。当你不是说不在这住的人，并不是他不爱啊，他种种原因，可能是因为家里哎家里孩子呀、啊、有老人啊需要照顾啊，他来不了，或者因为这个这里没有集中供暖，他就不方便来。银滩还是不错的，现在按这个山东全国来环境，真挺好，真挺好是吧？其实最好的我觉得还是南海。哦，南海啊。南海人家房价还不贵，还有供暖。南海关键它没有山啊，咱这有山，对，它的水比这多，它有几个河。对，你从上面看南海那边，南海那一片就是大平地。大平地，对。
所以说他那边咱这儿下小雪，他那下大雪啊，对，区别很大。你别看就相隔十公里，对，十几公里吧，咱这到南海的话也就14-15公里，对对对，就到了。但是它有供暖呢，它有供暖，对，小区环境好，咱们也快了吗？不是，那是不可能，别听他呼，谁呼的，大哥啊，都信。你想想啊，他银滩200个小区地下都没有管线，他怎么给你供暖？我说对不？政府在努力吗？你想想，200个小区，他得他把那个小区都得，你没有地热管线，你得从挖沟从入户。那工程你开玩笑，你用正常思维想那也不现实的。现在哪有钱，公务员开支都开不来，公务员都减工资，哦，哪有钱呢？哦，对，没钱，政府啊，你鲁山，看来你还是看得比较明白。鲁山更穷，鲁山更穷，这小区都成型了，他怎么去供暖呢？怎么入户啊？那工程路上全得挖沟，那工程可老大了，就跟人长这样成型之后，你想让自己美丽，你也就嘎个眼皮整稍微整整型，这玩意儿你都动不了呢，别听啊，你是不抱希望是吧？那不可能事儿。那你怎么供暖呢？你是？我用燃气炉。啊，你有壁挂炉是吧？啊，对对对对。费用高不高啊？啊，你想用的话能不高吗？你这个东西吧，你就是你要想用呢，这一冬天5000块钱你也能用。你想要是节省点，2000也行。哦，根据啊，根据自己的需求不同啊。像你想供暖，屋里床上铺了两个电热板，完了整上电暖气就行呗。对。哎，白天一般也不用打。对。你白天有太阳，这样的阴天还是比较少啊。昨天阳光明媚，今天又阴了。你们怎么看供暖问题？集中供暖那当然是最好嘞，应该嘛，这毕竟属于北方嘛，对，应该集体供暖。从哪方面，他既然他的乳酸市他能供暖，为什么凭什么不给我们云南供暖，对不对？供暖了，你各种配套设施都齐全了，这里怎么会没人来呢？那么多人都买了房，还是会来的。对，你还是不属于你，因为我在这周围，我就卖房，从海洋那个银滩南海新区荣城，你包括那个龙口。你看看啊，就是海洋离青岛那么近，它有没有供暖？就有供暖，它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它不，你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海景房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就是炒，你不能跟市里比，你跟市里比不了。是当时人家市政府建的地方就是海景房，就让你度假，这地方就是度假。你要是有产业，那直接人外来都来定居了。你现在这就都没有产业，没有上班的地方。那不行，你别听了，那不可能。很多人都说，只要是有供暖，他们都会就在这里过冬。我想去，我跟你说，很多人都想。我买房多钱？你我买的房多钱？我们现在那个小区现在才2000一平，你们这房子多钱一平买的？那对呀、啊，所以说你别听他们忽悠。我跟你说，人呢、啊，真的，你啥事呢？你听一半，信他一半，自己得有自己的思维。你别听他忽悠，真的。你听他忽悠那些，你这些售楼处那些，包括那房子卖多少钱呢？都8000-9000，现在完了。你上集上你一看单子，我靠，2000一平。不是我说实话吧，大哥，我说房子那个2000来一平的话，它都楼层比较高。你啥呀？海之韵那个海之韵就2000一平，比较便宜。现在你上我们小区看看去。上海都限购都取消了吧？昨天是前天的新闻，上海。原来不都限购吗？现在都取消。青岛那别提了，青岛你租房都可以落户，那个玩意儿、啊、时代过去，炒房子的时代过去了，是吧？对。再说你这，就像我给插你这啥呢？您摊上够难的事儿，你就不用想，100%不可能的事儿。这么多小区得多大工程呢？拿出多少钱？谁拿这个钱呢？你想想，国家不可能给你拿这钱，那可能吗？那不可能的事儿。看个人的观点不同啊，因为看法不同。他这个，你像你这房，这老高层都建完了，他重新供暖得地下铺地下管线，那管线的工程那可大了，你那小区全得挖，全得弄，那可能吗？齐全啥呀？好多都是假的，楼道里给你安上管子，底下没有，地下没有。有啥呀？你确定有吗？我住一楼嘛，那不可能是。都有，连摊都没有供暖的过来，从那头都不过，你们这边可能有呢。用天然气的，你自己的行。你是有烧壁挂炉吗？你不是烧壁挂炉，但是他做好了嘛，这是维护他都做好了。你只要有通气，我们就有了嘛。只要有集体供暖，我们就有。动静大了呗，他得都挖，那你入户，哎呦妈，那管楼道里全得走管了。
哎，所以说你们的谈话也反映了咱们银滩的这个对这个供暖问题的不同看法啊，各保留各的看法吧。希望总是好的，还是希望集中供暖吧啊。好，谢谢二位，谢谢三位了啊。